有没有？好，现在觉得你不苟言笑，不能笑，严肃、神圣、庄严。OK， 好。不要笑了。现在面对我们八卦罗盘，帮我检查一下他的球道有没有小球球跑出来。有哎、欸。有哎、欸。帮我们的球球投进旁边的小黑洞里面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吧？旁边有个黑洞，全部都要投干净。怎么这么说？下来颜色会有不一样的。投完之后，他是骗我。双手和实际上，一定是你要选的愿望，但是你的投完这个球太多了啦，怎么那么多球啊？好，快点许愿。许愿好了吗？还没，太快了。还没、啊。好了吗？投都投完了哈，球都投完了。投完了。好，现在双手合十，像白马一样，闭上你的眼睛，许下你要许的愿望。你可以许说我的心痛什么时候会好，还是谁和我这么心痛，还是你都可以许下你要许的愿望，好不好？许完愿望之后，双手举高，还是你的女友伤了你的心，也是有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举完之后，双手手举高，拍三下，拍三下。好，那我们双手放在八卦轮盘上，用力的转下去。左。很大力，球一定很慢才会跑出来。因为大力，所以你要等一下。等等。我以前不是都有红色的吗？先生啊，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先生。请问一下，你在等球出来的时候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有，还是有男朋友？没有哎、欸。有女朋友？对啊。好。啊，有球跑出来吗？快要了，你真的准拍大力，这是我的。好像炒栗子。看我的球到了，我们看。六个，六个。
先花600块来才要进去。哦，那先求一个号码。先求一个号码，再用那个号码当做基准点下去延伸就对了。对啊。哇。先生，你是不是少放一样东西？啊？我刚刚说了三个愿望，三个条件，最后一项是结缘金100元。哦。你是不是忘记这条件事了？哎。对耶，那你一会儿再回邮回去，他。你要把我们100元结缘金放进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非常好。哎呦，不如站起来啊！好，对面那位，刚刚说他有点心痛的先生，他说他要做房地产，帮他感应一下。好，我们请我们山药感应一下您的前世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鞋子都没换。感应一下，感应一下，哎，原来定格了。哎，不如。天哪，他竟然是用他的鼻孔来改发的，挖鼻子！如果你在现在，先生，你不要再聊天了。然后他查到现在重点在我们身上，好不好？他说他用他的鼻屎改一发，如果你等下拿到的签丝上有鼻屎的话，你把那个鼻子啊搓下来，搓下来之后粘在脸上，然后就会有那种偏财运就会跟着来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啦，骗你干嘛的？现在又有一下白发、哎，这个签子好脏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现在还后悔还来得及，我签子还没有给你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签子有点脏、有点臭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换一支新的礼仪，还是你要有加持过的？一样。你要这个？对。天哪，这么脏！嗨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个秘密，他已经在我们凤凰山休息了500年，同时也500没有洗澡了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我有点心痛哎、欸。有点心痛，你有心痛了，没关系，我这个，如果他已经把他全身上下的身都给你了，你把那个身啊搓一搓，不是你知道，我们把它当成药丸吃下去，你的心痛马上就好了。那换成我，要相信你吗？好，三幺，你改换别了吗？怎么开？好像没有很开心，也好像也没有很难过，你到底发生什么？啊！晕倒了，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三幺，你还好吗？三幺啊，你 are you okay？ OK， 好了没？好了，那就你紧张吗？看到这种结果，你紧张吗？你会紧张吗？会。现在快一点。很好。那就请我们，请保持紧张又有点心痛的心情，请表演给我们看。紧张又有点心痛。对，带点紧张。排起来。他说我们再要教你。好啊。他说你看有点抽搐，又有点心痛，到底不知道怎么办？天哪，请模仿。我紧张啊。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，要反省一下。他说：“哦，你有心。”
的宗教之类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无神论也是非常 OK， 但是要有一个安定的心，才可以防止你身边的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毕竟抽了一支胸前，而且呢，他说，还是我们三幺说你这么会演戏，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行列？肢体残障，肢体残障没关系，你刚刚表演的这么好，想必非常 OK。我们这边的薪水也还不错啦，所以呢，赚大钱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李远慢慢回游回去了，希望我们的签是对你有帮助。但是你是忘记一件事，100元结缘机要记得放进去，不然我们三幺又要跑着回去，他的鱼会没有油可以加，好吗？谢谢，要记得放进去，然后放完东西，鲤鱼后面有一个三幺祈福过后的信物。希望这是送给你的，对对对对，后面把它拿下来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好，我想如果你觉得胸前我有点讨厌它，看完之后我记在心里，如果你觉得你就这胸前在身边不太好的话，我们武兵舞台那边有武兵舞台旁边有一只火鱼妖，我们可以把那只签丝丢进火鱼妖的嘴里，我们会请天狗在特定的节日为你消灾祈福，好不好？然后记得要去买玻璃彩才会中奖哦，不然你一直想说我要中，你没有那场剧怎么中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来硬着要外出也是可以的。我会列入考虑啦。什么东西？我会列入考虑啦。好了，列入考虑好不好？希望我之后看可以看到你当我的同志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先生的参与啦，希望有移到你的心痛。好，有下个月想要参加吗？不然我们就要休打喽。100好，现在太恐怖了。如果你们走下去我们的楼梯，记得把我们小闸门给关起来哦，因为那边只是为了我们的三幺节真的有缘人才会开启的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还有人想来参加三幺节吗？他这个要这边要这边要穿过，这边要先慢慢走下去，这样这样不用啊，那就这样用的。来到妖怪村的各位来宾吗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子看。你看他这里手势，你叫娜娜，他是怎么那么难用啊？哎，他是把那个这两个拿下，按卡对。啊啊！吃的吗？不是吧？是。好，东子，你不要这么粗鲁啦！啊，吃坏了。对啦，那个这么粗鲁。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这还没拆掉、如果这个是他没买到，就很错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买得到的东西。风铃。Happy birthday！不错啊，100块的风铃。